这边这是什么什么墙啊？这边还有纪念戳啊，鼓浪屿什么日光岩是吧？两个纪念戳，然后那边还有好，这边还有好几个那个纪念戳，等会都盖了吧，一起把它都盖了，很漂亮啊。百年游艺，厦门一等邮局，始建光绪23年。这个是后来重建的，非常漂亮啊，太完美了，留作纪念。大清厦门一等邮局遗址，2004年11月经本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厦门市人民政府公元2006年2月15日立。